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4.8 对群超强五大配对，平民玩家拥有两对便可起飞，你真的知道 5.0 复刻角色来了， 5.1 卡池安排，炎女定位超级大拐，火神定位曝光。原神纳塔 5.0 已经越来越近，除了新五星角色马拉尼、基尼奇的登场外，火神马威卡、豹女希诺宁、恰斯卡等新角色也会陆续登场，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相关消息也终于出炉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有关于 5.0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官方也早就公布了出来，一共是三位新角色，分别是马拉尼、基尼奇、卡奇娜，其中只有卡奇娜是新四星角色，另外两位都是新五星角色。就公布的顺序来看，马拉尼会在上半卡池登场，基尼奇则是在下半卡池登场。 5.0 卡池复刻角色的话，目前网传的消息来看，一共是两个版本，前段时间反转的万叶、雷神，还有早期提到的钟离、莱欧斯利、申鹤，不过并没有实锤，所以说大家更倾向于哪个版本呢？而在后续的 5.1 卡池中，据说同样是三位新角色登场，两位新五星角色，希诺宁、恰斯卡、陪跑的新四星角色十一安山，其中豹女希诺宁定位机制相关也是说的比较多的。就最新的消息，炎女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大拐了，只是在机制数值方面还不太清楚，并且貌似和万叶是同赛道，超级大拐一枚。不过要是没有巨怪的话倒是差点意思，如果消息准确的话，万叶倒是有可能被爆金币了。至于火神马威卡，应该大概率会在后续的 5.2 卡池登场。有关于火神的定位，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，强度、泛用性还是非常高的，简单来说就是班尼特加香菱火后台角色，不过版本跨度大，可信度高不高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原神封丹 4.8 卡池已经登场，纳维亚、妮露也已经迎来了复刻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？而说起截止到 4.8 版本对群超强的配对阵容还是比较多的，尤其是对于平民玩家而言，能拥有两对简直不要太爽。首先要说的第一个对群极强的配对，那就不得不提到百万福特了，该队伍由纳维莱特、白竹、万叶、水神、福宁娜组成，也是当前版本的顶级配对之一，不管是大世界还是深渊中的使用率都是经常登顶。然后就是第二个配对铺叶万般，该队伍由仆人、叶兰、万叶、班尼特组成，其中叶兰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用行秋代替，仆人也是目前除纳维莱特之外的又一位顶级输出，深渊中比较好用的配对之一。而说起第三个就是以萧为主的配对，该队伍由萧、闲云、发露山、水神福宁娜组成，随着夏洛蒂闲云的登场，搭配风拐发露山以及水神的增伤，让萧的伤害直暴涨，一跃成为当期版本的热门队伍之一。至于第四个极强的队群配对，那就是 4.8 卡池才复刻的五星角色妮露了。妮露绽放队由妮露、星海、行秋、小草神纳西达组成，队群能力极其优秀，不过随着水龙王比较无脑的打法机制登场，妮绽放并没有刚开始那会而吃香了。最后就是以公子达达利亚为主的配对万达国际了，该队伍由达达利亚、万叶、班尼特、香菱组成，虽然是老牌配对，但是在练度跟上的情况下丝毫不输部分主流配对，所以说你们还知道哪些队群极强的配对呢？